儿童剧团带动唱，在座官员全都起立跳舞，现场充满欢乐气氛。由新北市农业局和平林区公所共同办理的2016新北好茶推广活动，不只可以品尝雪包种茶，还能欣赏儿童剧团的表演。新北好茶整个系列活动从6月9号到我们6月12号，那一系列有相关的活动，有不论是我们雪包种的试分享跟那个行销，或者相关的草地音乐节的活动，或者相关的推动的行销的所谓的整个比赛茶的颁奖活动系列。新北市平林茶区在年初降下百年罕见大雪，让茶叶在低温下生长，使得今年春茶特别厚实，茶叶香气强烈，茶汤更加甘甜。虽然产量下降，但品质却大大提升。我特别要提一下，就是喜欢喝茶的好朋友绝对不能错过今年的春茶，因为今年一月底我们的霸王寒流来袭的时候，我们的很多的茶区，包括我们的平林三峡石碇，都是被大雪覆盖。平林区公所呼吁喜欢喝茶或郊游踏青的民众，记得把握接下来6月9号在平林谷中展开的2016新北好茶活动，详细资料可上新北好茶 FB 粉丝团查询。欢迎民众利用端午连续假期到平林来趟轻松的品茗之旅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张云飞采访报道。